天开心吗？开心。我想要先谢谢白虎山，然后动物园园方，然后说今天义工的大哥大姐，因为刚刚在听你们唱那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，我觉得我快流泪了，因为我看到这群小孩子，他们笑得很开心、很灿烂，然后很天真的笑，让我觉得很感动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能来这里跟你们分享、跟你们说故事，是我很大很大的荣幸。然后我很喜欢看到你们笑，所以想必你们今天非常的开心。那哥哥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故事是哥哥的故事，哥哥叫凡甘，平凡的凡，甘甜的甘。然后他跟哥哥就是，他代表的是哥哥的生命故事。哥哥在国三的时候，那时候哥哥要考试啊，但是哥哥的肾脏坏掉了，哥哥住院的隔一天开始就必须要终身洗肾。那小朋友知道肾脏在哪边吗？对，在腰的后面。那哥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挫折啊，哥哥甚至想要就是轻生，哥哥甚至想要就是自杀，哥哥甚至没有想要继续念书了，因为哥哥觉得哥哥的非常的自卑，哥哥为什么肾脏会坏掉，然后为什么不能快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长大呢？但是哥哥没有选择放弃，哥哥选择了坚强，然后我很开心，老天爷让我选择坚强。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很多生命中的贵人，那你们觉得贵人是谁呢？贵人其实就是在你们身边的很多人哦，像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像今天所有就是因为爱你们、关心你们而为你们付出一整天的义工大哥大姐们，然后所有的社会人士们，他们真的很爱你们，所以他们愿意为你付出这些。是哥哥在非常想要自杀的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些人把哥哥救回来了，然后哥哥选择更努力的念书，哥哥决定念建中，然后很努力的念书，然后考上了台湾大学，然后哥哥现在是念农业经济系。哥哥在今年寒假的时候也去柬埔寨去做服务，去做志工。那哥哥其实去柬埔寨也是冒着蛮大的风险，因为哥哥如果一旦感冒了，哥哥可能在那边会变肺炎，可能哥哥的病情会恶化。然后但是哥哥还是决定要去，因为这对哥哥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很像今天哥哥站在这边跟你们讲这些故事，希望能够激励你们不要放弃生命啊，不要要珍惜你身旁的这些爸爸妈妈，然后亲朋好友们，这是哥哥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哥哥希望你们无论遇到什么的挫折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可以很努力、很开心的过每一天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想要认识哥哥的，哥哥会很希望可以跟你们互动，然后我最喜欢看到你们笑了，所以祝福你们以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学习历程，然后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康的长大。